大师，大师，呢度系咪有社交转运啊？呢位靓女，唔系呢位施主，你社交方面有问题啊？唔系我啊，系我男朋友啊，佢一成日挂住打机都唔理我，点算啊，大师？哦，又系无事综合症，即系挂住打机唔理女友嘅病啫。好简单啫，解决方法有几个 ，Penny， 我手头上有几个唔错男仔俾你选择，你睇睇。有冇 Plan B 啊 ？Plan B， 我需要思考下，有。 我需要思考下，有。我手头上有另一批男仔，其实都唔错，你睇睇。除咗换男朋友，有冇其他选择啊？都有，一对情侣拍拖耐咗，大家习惯咗对方，最慢慢开始麻木。有时都需要啲外来因素嚟刺激下。我知啦，我上个月睇中咗一个十几万嘅档，叫佢买俾我咪得咯。呢啲太刺激啦，咁会吓死佢嘅。咁啦，你今晚同我食个饭，得闲就出嚟见下面，等佢以为你有人追，咁自然就会紧张你。你咪玩嘢啊！我想打你啊！其他方法啊。其实男人做嘢压力大，翻工对住恶到死老细，放咗工仲要对住呢个仲恶过老细老细，打机放松下都好正常啫。咁我都系上佢陪下我啫。你想去陪你，都唔
你女仔啊，唔係傻仔啊，可以學噶嘛。再唔係我教都得噶。佢話隻金魚咩名？叫咩？我叫 MT4。哦，好簡單啫，我教你。不過首先要了解咗 game 先。呢隻係傳統嘅 MMORPG 玩法嘅手機遊戲，有唔同嘅角色俾你選擇，有坦啊、奶媽啊、輸出啊，然後咧就可以組隊一齊打王。咩奶媽？又打咩王啊？好簡單啫，你幻想一下，你而家同你男朋友去 shopping， 咁啲名牌袋咧就係王啦，而你就係負責買曬袋嘅，所以你就係輸出啦。咁你唔夠錢點算咧？男朋友俾。冇錯，所以佢就係奶媽。咁坦咧？坦係咩嚟啊？坦嚟講咧，其實你咁買法，你男朋友遲早係坦噶啦。大師，你教我玩啦，好玩啊 ！What are you doing？You piss me off， 恭喜發財啊 ！B 啊，講咗幾多次，恭喜發財唔係咁用噶。你撳啲先啦，我哋走啦，我執埋啲嘢走啦。大師，你講得啱啊，有時愛情真係需要衝擊噶。多謝你啊，拜拜。夠膽打我？話俾媽咪知。顶级 MMORPG 正式回归，为了荣耀，全港机迷重返战场，目标世界首杀，荣耀系属于我哋呢团，重返开荒出团嘅热血时光，即刻下载，我叫 MT4 荣耀。